安置电料学堂。本则将介绍 TMS 手动马达启动器附属装置规格及主要功能说明。TMSU 欠电压跳脱装置，此装置在控制回路的电压降至规定值以下时，自动使 TMS 跳脱。此装置不能与电压跳脱装置同时使用。而定工作电压为24伏、110伏、220伏、380伏及440伏，频率为50-60赫兹，重量为132公克。TMSS 电压跳脱装置，此装置用于 TMS 的远端跳脱，发送至 TMSS 的电压信号不得超过10秒。此装置不能与欠电压跳脱装置同时使用。而定工作电压为24伏、110伏、220伏、380伏及440伏，频率为50-60赫兹，重量为130公克。TMSXS 测装是辅助接电组，此接电与 TMS 开关操作相关联，右侧可叠装，最多可以安装两个接点。接点构成为 1A1B 及 2A或 2B， 重量为196公克。 TMSXT 顶装是辅助接点组，此接点与 TMS 开关操作相关联，接点构成为 1A1B 及 1A或 1B， 重量为85公克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加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，接收我们影片的第一手资讯。